获得2018年全英音乐奖五项提名，同名歌曲 MV 更累积高达22亿点阅率，红遍全球的英国歌手 Dua Lipa 近来在 IG 分享生活日常，出现了台湾美食。只见 Dua Lipa 贴出台湾知名品牌小美冰淇淋的黑糖真奶雪糕外盒，还用甜蜜形容，不仅吸引百万人按赞，连德国模特儿好友玛雅也被冰棒给吸引，发问这是什么冰品，大批网友立刻回应这来自台湾，也希望女神近两年前来台开唱后能有机会再来台演出，届时粉丝们一定让她餐餐有冰棒吃。而黑糖真奶冰棒在北美的人气之高，不少 YouTuber 都来开箱黑糖真奶的一个冰棒，已经在网络上红蛮久的了，一直都缺货，买到的人就像中乐透一样，基本上都会在 Facebook 打卡，然后你在社群打卡的时候，大家就会哇，好羡慕哦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一次中了4次乐透。连移民美国的知名美妆布洛克佩利都来评比4家不同厂商的黑糖真奶冰棒，一一分析口味和珍珠到底谁比较好吃。系列评比直到最近人气依旧居高不下，黑糖真奶冰棒在国际可是表现不俗。Dua Lipa 分享的小美黑糖真奶冰棒去年下半年开始外销，包括美加、澳洲、日本、新马还有荷兰、英国都有贩售，目前外销量超过1000万支，尤其美加地区更是外销产地大宗。而老虎糖则在今年6月才进攻美国大华超市贩售，也相当热卖，不仅买不到货，翻倍价格贩售都有人买，让黑糖真奶冰棒成了外销国际的台湾之光。 TVBS 新闻项目镇罗湘台报道。网上看新闻，请下载 TVBS App 或直接按订阅 TVBS 新闻频道。